有字，我看看，还真是。是不是只要强光透过纸张，就会印出字来？读读看。我决定搞清楚他是谁，于是我鼓足了勇气，准备了一把手枪。 在屋里等他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别动！你再动，我就开枪了。我是谁？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，但比起你原来那个丈夫，我是一个比他好一点的人。那我的丈夫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如果你要为他报仇，你现在就可以开枪。 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突然想起这段日子，他为我包扎伤口，陪我跳舞，为我画眉，我就放下了。 阿青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过，我只要一个爱我的男人而已。他是不是阿青并不重要。那天晚上，他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了我。怎么着？嫖娼不想给钱呢？放手！这人嫖娼不给钱了啊！耍流氓了！别喊！别喊！ 他还将小蝶的事情也告诉了我。原来，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。我渐渐原谅了他的欺骗，并接受了他。
这后面的字越来越潦草了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按照时间推算，那年曾淑雅在写日记，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绊住了她，导致她无法记录后面发生的事情。这最后一行字是什么意思？我在想，会不会是真的上官清回来了？根据我的推测，当曾淑雅写下他回来了之后，就遭到了真上官清的攻击。也就是说，被木南月剥去脸皮的那个人，是曾淑雅真正的丈夫。没错，这个无面人认为是木南月夺走了自己的一切，还占有了他的老婆，于是他先杀曾淑雅，后要杀木南月的时候反而被木南月灭口。这也是我叔叔这么多年以来讳莫如深的，他应该早就警告了文轩，在找到曾淑雅之后不准再调查下去，这也是他们父子之间最大的嫌隙。这也是你叔叔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圣果的原因。不过他已经得到一颗圣果了，为什么还要得到一颗？据我推测，如果小蝶早已复活，我叔叔早就带他远走高飞了。即使人间繁华百十倍，也比不上他心中的那团火永不熄灭。那曾淑雅呢？他要是复活了两个女人，岂不是可以坐享其人之福了？绝对不会。看一看，上次我叔叔要复活小蝶的时候，因为某些原因失败了，所以这次他想找机会复活曾淑雅。一位是良妻，一位是挚爱，先复活谁，真那么重要吗？这叫情义。你不懂，我也不懂。